是采收后的红球茄，那因为它会含很多的土，而且土有时候是有点湿湿的，那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它稍微阴干一下，然后等一下再把它这个须须呢，这种须须呢剪掉，因为这个须须是没有用，而且容易发芽，在我们还没有做红球香皂的时候呢，是可以把这些须须先剪掉。那其他的，因为我们还在田里面，我今天只是采收了部分，来当样板。OK，这就是我们红球茄收成以后，做了一下阴干的动作。好，终于回到山上了。我们今天最主要下山去采购了一些物资，其中呢。这一包呢，跟下面这一包呢是属于网购的部分。那这个压榨机跟这个调理的东西呢，刮刀啊或者搅拌器呢，汤匙呢，这个是在五金行买的。那这边的制冰盒呢是以前冰箱淘汰的，这些制冰盒留到现在，终于有用了。这是我们今天买到的东西，那大家可能会很稀奇，里面到底是些什么？那我现在就来拆拆看喽。OK，我们现在已经拆开了。那这边我们买了一些油，这是最基本的，手工皂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油。那油里面我们用棕榈、椰子跟橄榄这三种油。那氢氧化钠本身也是一个皂基的一个作用。那这个也是一定要买。那接下来是它的模具，那模具我是用买细胶的模，那这是比较好脱模的一个东西，那我就买了。原则上是以一个单位，也就是1000公克为基准。那因为我现在用的很多东西都是植物性的，那要萃取，所以我需要一些榨汁。那榨汁我用一个最传统的压汁机来做。那这个桶子呢，原本我都是用1公升的桶子，那我这一次为了它呢，我买了一个2公升的，因为2公升的话比较好制作一些调配的东西，所以我买了2公升的东西。那我特别买了2只比较长的搅拌的一个汤匙这是为了来搅拌氢氧化钠的调制的时候，那还有一个是刮刀刮刀的部分呢，也是买了一支。那接下来是制冰盒，制冰盒这个是因为我有很多太旧的冰箱所留下来的。那它的好处是，当我们在做皂基的时候，氢氧化钠因为会产生高热。那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次要做的一些植物呢萃取的水分呢，放在这个制冰盒里面，然后在搅拌的时候，因为它是一个四方体，第一个容易降温，第二个是搅拌上来讲也是会比较方便。这是一些我家里面没有的器具，我买的。那其实你也还有一些。铁锅部分呢，因为已经有了，所以就不再介绍。等到真的要做的时候呢，再拍给各位看。那等一下我就会来做一些红球浆的一个萃取的动作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先介绍到这边。那至于制造的过程呢，我会再陆陆续续再拍另外一系列的片子。然后最后再来做剪辑，OK，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喽，拜拜。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红球姜。那红球姜本身，我们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，红球姜从地上挖起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有用刷子跟稍微清洗一下，让它的土弄掉，还用这个刷子呢，去刷它，把它的土呢全部都弄得比较干净一点以后。接下来就是筛检，像那有些姜呢，本身，
受伤得很严重啊，那这些东西呢，我们就会把它去除掉，因为我们要求的品质呢比较高，所以呢，我们会先在削皮的过程里面呢，就把它一些比较不好的部分，毫不吝惜的就把它的撤除掉哦。那接下来呢，它就会产生这样很漂亮的一个红球浆。那这个红球浆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经过水洗，也就是用开水，然后再穿烫一下，然后再把它切成小块，然后再来磨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再细拍怎么去清洗红球浆，让它不会产生有劲的状态，然后我们再来打磨它。